王氏女性戴帽子，戴安娜帽子从不掉，卡米拉却像是鸟窝，戴安娜帽子从不掉，那是因为里面的帽针把帽子和头发固定住。凯特王妃戴帽子优雅干练，凸显出了凯特王妃的时尚感。对英国贵族来说，帽子不仅是装饰，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独立又有个性的梅根戴的帽子虽然比较普通，但是胜在自身的气质高。不过搞笑的网友说，这款帽子像个大飞碟，卡米拉戴帽子却像是鸟窝，相当夸张。不过这款帽子却很难不让人注意到，也算是成功的帽子了。你觉得哪位戴帽子最美呢？